分为开挖型和非开挖型。 MPP 管采用改性聚丙烯为主要原材料，具有抗高温、耐外压的特点，适用于10千伏以上高压输电线电缆排管管材。MPP 管施工是无需大量挖泥、挖土及破坏路面，在道路、铁路、建筑物和床下等特殊地段铺设管道、电缆等施工工程。与传统的挖槽埋管法相比，非开挖电力管工程更是应当前的环保要求。 去除因传统施工所造成的尘土飞扬、交通阻塞等扰民因素。这一技术还可以在一些无法实施开挖作业的地区铺设管线，如古迹保护区、闹市区、农作物及农田保护区、高速公路、河流等。管材常用规格为直径110毫米到250毫米，分为普通型和加强型。 普通型适用于开挖铺设施工和非开挖穿越施工埋深小于4米的工程，加强型适用于非开挖穿越施工埋深大于4米的工程。青岛北素生产的 MPP 电力管设备可以生产各种规格的 MPP 管，欢迎广大客户咨询订购。